亲爱的主耶稣，我可能无困难找到礼拜堂，但是却时时入来礼拜堂啊，还是找不到你。恳求你赦免我，你也一定时时伫遮找不到我。恳求你赦免我，我今入来这间礼拜堂要敬拜你。求你大声来听阮信徒的苦闻，这是阮的祈祷。阿门。世界古今，大部分的宗教的信徒，拢会有含因的神相约，伫某一个时间，伫某一个地点，通来常常互相接触甲见面。这种宗教行为叫做敬拜，叫做 worship， 伊是信徒灵感主要的来源，也是信徒生活重要的表现。宗教的敬拜有两个外在要紧的因素，就是第一，就是时间 timing， 下面的神约在什么时阵要接触要见面。第二就是地点 ，space， 伫什么所在来下面的神相约来接触来见面。基督徒敬拜上帝时间是伫每个礼拜日三点，早起是十点，还是十一点？地点就是伫各所在的礼拜堂。普世的基督信徒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当然我例外。咱基督教教会敬拜，我就遐简单讲到遮，较后面则全部会来讲咱教会的敬拜。过来，咱来讲犹太教旧底人的敬拜，对此分作古早甲现代分开来讲。古早伫主后七十年以前，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未受毁掉以前，因敬拜的时间是伫犹太教每年大祭的宗教祭典，地点就是集中伫因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古早。今仔日现代犹太教敬拜的时间是伫安息日 （Sabbath）， 安息日是对拜五日头落山到过日。拜六的日头落山，这叫做安息日。地点是因各地犹太教的会堂、信仰教堂。咱会当直接附带说明啊，古早犹太教的圣殿的敬拜，是较注重伫非常多各种的献祭。现代犹太教的敬拜主要是祈祷。伊斯兰回教的敬拜时间，除了回教本身每年各种的大祭典以外，回教徒的敬拜是第二大日的，特别因叫做萨拉，就是每日五遍跪地拍拜的祈祷。对五遍祈祷，头一遍，透早天不光日多出来时，头一遍祈祷。第二遍是日头强落最晚，就要开始落下来时，第二遍的祈祷。第三遍的祈祷是下午 （late afternoon）， suppose 四点到五点时间，不止 flexible。第四遍更无 flexible， 就是日头拄啊要落山时，你确定祈祷。第五遍就是为日头落山到半夜到明仔中间 anytime。宗教穆斯林的礼拜是每日第二的五遍的祈祷，因叫做萨拉，是回教五大天条内底第二条。伊斯兰敬拜地点除了因最大圣地麦加、麦加。迄是穆斯林才当入去的所在啊！伊是伫今仔日的沙特阿拉伯，
回教徒的敬拜，每一个祈祷必须面向麦家，无论你伫倒，伫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叫做 mosque， 就是因日常敬拜最主要的所在。回教敬拜最主要嘛是祈祷，佮特别强调集体祈祷，愈侪人愈好，百人、千人、万人、十万人，伊伫麦家的时是数百万人，拍拜面向麦家是最大的灵感的祈祷，愈侪人愈好。因佮特别回教徒是伫 Friday 拜。清真寺敬拜，拜拜是因的合理地。好讲 Hinduism 印度教的敬拜，印度教突破独挂上济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当然，因嘛有重要的印度教的庙寺，但是印度教的敬拜最低多样性、多元性，五花八门。无拄到伫什么时间、什么所在、什么方式，印度教的我是主要伊必须表现，必须流露因讲的巴哈提，就是慈悲啦、mercy， 这是要紧。印度教是早耶稣基督五百年的古老的宗教，但是因的敬拜却不止咱的单讲。神迹，真是平安的面子。最后讲一说佛教不离人的敬拜，佛教和印度教两者的敬拜有一点啊类似，就是因敬拜时间甲地点无遐明显甲特定啦。因为佛教敬拜最重要的因素是 samadhi meditation 这些啦，静思了，这种不够敬拜行为是每日的，不是拜佛，每日在自己的厝内进行，时间通常是清早还是黄昏。不够另外一种次要 secondary 的敬拜行为，就是拜佛、包会、献礼以及念经，这都确实是伫庙寺内底来做。好，以上咱有将世界诸大宗教因各自的敬拜的行为，相当概要啊看一遍，咱发现着因的敬拜是深还是浅，拢含时间甲地点这个因素产生了关联。为什么敬拜我是要选时间？是不是讲一个人伫一日二十四小时内面，是出自心理上的障碍，还是出自身体生理 physiology 的障碍？会伫某种什么事，譬如讲伫透早、黄昏还是半暝时，人会较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较容易接近神上帝。于是透动到。但无用，一头请呀呀，无人家安尼，虽然过性命、变性命，无你想什么神、什么鬼啦。所以敬拜就会产生所谓时间的选择。那轮到敬拜地点、空间，想是安怎来做选择？这嘛无困难通了解。人会受到身躯边的山河水。加加减减影响，这应该多少免不了啊。咱一般平凡的人，咱的心思、咱的决定、咱的 inspiration、咱的灵感，较容易会受到四周围的山川影响。但是，迄个人心灵啊，极高尚、极伟大、极强大的圣者、圣徒，因唔那不受。
身躯边的山川所影响，因心智的影响改变山川。但是，咱今仔日要做伙来对耶稣基督学习一个功课，对敬拜、worship 这个遐重要的问题，想看卖来做一个较强、较有力的突破。因为咱今仔日读到这段圣经约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咱全本圣经内面有关如何敬拜最大、最深、最重要的 instruction 指导。二十一节耶稣讲：拜上帝不在基利心山顶，嘛不在耶路撒冷。二十三节耶稣煞讲一句咱无遐快明白的话，讲是后尾到现在就是 ，future is now， 将来是现在，什么意思？这句话和敬拜的行为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先看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宣誓，讲上帝是灵 ，God is spirit。咱就要安怎敬拜伊，因为天父上帝是 spirit 是灵，爱安尼人用安尼方式来敬拜伊。特别第二十三节，耶稣讲，因为天父上帝爱安尼人，安尼敬拜伊。要安怎敬拜上帝，才拜有对，才拜了对？应该是由上帝遐来的，耶稣基督伊讲的才准算，也毋是。咱逐人要安怎拜？逐人虽然想嘛拢会使，甚至空气在人敬。但是到底如何敬拜，才是上帝应该值得，才是上帝最欢喜的，才是让上帝真正有接触到咱，才是你自己真正有接触到上帝，才是真正有让上帝满意，才是真正满意你自己。以上的秘密，以上的秘诀，隆重的约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段宝贵的经文，在约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段耶稣重要的话，耶稣以真明显有突破了两层的大问题。头前耶稣明明讲敬拜上帝，不是在这基督心山，嘛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这，嘛不是在那，嘛不是在。耶稣首先用安尼突破了敬拜的地点 space 的问题，耶稣给突破。过来第二十三节，耶稣讲：是后尾到现在就是 future is now， 将来变成了现在。耶稣用安尼又突破了敬拜的时间的问题。耶稣出世做一个犹太人。因为已经显化入了因犹太人自我中心迄个最不可忽视的耶路撒冷宗教最高的地位，叫任何犹太人忽视耶路撒冷拢唔是遐容易的代志哦。但是耶稣伊有安尼大声忽视了因家己犹太人的耶路撒冷，耶稣唔只有资格，佫有正当性，嘛将别人的基督圣山、圣山的宗教地位摆。耶稣的理由，第二十四节讲 ，God is spirit， 上帝是灵，灵是无所不在，不时就存在 ，everywhere， here and now， 不受任何时间、地点所限制。一个故事安尼讲，古早伫印度。一个非常炎热、大热的热天，日头赤的呀。一个流浪的臭和尚，经过伫炎热的太阳之下，真长的苦行了，来到一个青青青、大大大、圆圆圆的大庙内面，想要入去纳凉，
入去，迄个大庙暗暗暗，凉凉凉，拢无人。伊看到一台大佛啊，缓缓倒地，迄种印度大大佛啊，伊就行进前，甲破草的摕起来，去甲伊迄双臭脚呢，看到迄个缓缓倒地佛啊，金金的头壳顶，做伊啊虚浮是事大困，困甲起。无久，迄间庙的庙公啊，大和尚闻到臭脚臭的味啊，不得了！来去看卖，马上开咧臭和尚，将臭脚举起来，大声开咧臭和尚，话讲：你太会当将你的臭脚挂伫咱的心灵。最 manifest 最显出伊个灵个所在，迄个臭和尚行起来，站起来，连跪也相当实嘞实嘞。但是伊无啥物清楚，头拄仔个大和尚讲甲落落长个印度教个话是伫讲啥？所以讲，你头拄仔讲啥？臭和尚来问，大和尚就搁念一遍讲：你太会当。把你的上臭脚跨到咱的心灵最显灵、最 manifest 伊家己的所在。大和尚意思是伫指迄菜大不的头壳。哦，那样，迄个臭和尚想起来，就应迄个大和尚讲：无，请你敢会当？把我迄双臭脚放伫世间任何一个所在，讲是咱的神无显灵伊的所在。即阵换迄个大和尚听无，大声问讲：你讲啥物话？落落等。伊讲我是讲吼，请你，敢会当把我迄双臭脚放伫世间任何一个咱的心灵无显出伊的灵的所在？大和尚听了煞毋知影要安怎好，看伊等一下就把迄个臭和尚迄双臭脚举起来，举悬悬啊，举到半空中嘞，想足久足久，最后才搁把臭和尚迄双臭脚举到登去画伫迄个大佛的头壳顶。讲这个故事以前，我有讲二十四节上帝是灵 ，God is spirit 这句话，是耶稣讲的最要紧的一句话。二十四节下面，耶稣佫煞在讲，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来敬拜伊。照汉文啊，也是照台语，咱圣经翻译就是安尼写，讲上帝是灵，咱就用心灵来敬拜伊。首先，上帝是灵，是 spirit 嘛。过来，咱嘛得用心灵来敬拜上帝。上帝是灵，咱搁用最深的心灵去敬拜，安尼都真对、真合、真好理解啊，嘛相当正确啊。初初听起来、想起来，拢真顺合理，敢是？其实了解上帝是灵，并鼓励大家用心灵来敬拜伊，安尼讲话并不是唔对，甲话唔对啦。安尼讲是有一丝丝的道理，但是这种讲话其中的道理就是一丝丝啊尔，是太不足，太不足，非常的不足。最大的问题出在你，你得承认上帝是灵。第二，你就努力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接触、去敬拜伊。假使用你的心灵，你就加偌用伊，会当接触到上帝大的灵。所以讲是安尼讲，对帮助咱的敬拜，并起不了什么真正好的作用。
会产生这款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第一，因为咱无甚物知耶稣讲上帝是灵，教的 spirit， 咱无甚知影这句话意思。咱直接就想讲耶稣所谓上帝是灵，是在讲上帝不是身体，不是肉体，不是有限的物质之类，是甚物望未到、看未到，甚物无错无味、无重量、无质量的甚物灵、甚物魂，咱是安尼想啊。第二更加惨的就是，咱错误估计认定了咱内面的心灵，嘛是一种什么灵？错误估计了认定了咱内面嘛有一种叫做灵的物件，是含上帝灵类似的品质。所以咱含上帝干那为着安尼，就彼此会通，这是咱家己相当错误的认定甲估计。你把你内心的灵提出来试看卖，若总共提袂死啊！看用迄就接触会到上帝灵无？所以唔只讲用心灵礼拜是讲妄讲啦，妄讲用咱的心灵来敬拜上帝灵，实际上是起不了什么一丝丝的作用嘛。咱深信无疑的是，耶稣伊是对上帝本身遐直接来的拯救者。耶稣伊来的目的就是要成功造成每一个人和上帝接触，所以用耶稣这个嘴来讲，人应该如何敬拜来接触见着上帝，应该是最正确的。安尼，咱就一定爱倒转来非常详细看，今仔日约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耶稣所讲的敬拜上帝倒。到底应该如何做，如何进行？第二十三节有一句奇怪，但是咱无遐明白的话。耶稣讲：“时候要到，现在就是。”我刚到教堂已经三遍提起这句足奇怪啊奇妙的话。耶稣讲：“时候要到，现在就是。”讲 the time is coming and now is， 讲将来就是现在 ，future is now。什么是 future is now？future 就是 future，now 是 now。想怎将来变作是现在？老实讲，这句话咱也唔知，安尼咱以下规段圣经可能都唔知了了。佫遐拄好，咱就是做人知影才好用这句话。二十三节这句话，时候要到，现在就是短短一句话。这句 ，the time is coming，the now is。时候要到，现在就是短短一句话。二十三节，含下面上帝是灵 ，God is spirit， 以及过下面拜拜人都。灵来明白，这三句话逻辑是用铁链啊连做伙。最顶面迄句是后尾到现在就是，是伫解释下面迄句上帝是灵，上帝是灵，佫是伫解释下面迄句拜拜人就用灵来拜。这三句话是铁链连做伙，袂当断，那断去就无法度明白。一般去讲上帝是灵这句话，应该是在指上帝本质，上帝本身就是灵 spirit。那是在论上帝本质，上帝本身，安尼应该是自开天辟地以来，到永永远远上帝拢是灵啊。那上帝本质是灵，本身是灵，应该没有时间性的问题。袂讲什么时间上帝唔是灵，什么时间以后上帝才是灵啊？但是第二十三节时后要到现在，就是是一句充满时间的意义的话，就是足重要用来定性定义什么时间以后，什么时间以后
上帝是不是灵，你才会知上帝是什么款的灵，上帝灵在哪位，各位安怎去接触那个上帝灵，拢爱这个时间来决定。在上帝是不是灵，上帝是什么款的灵，上帝灵在哪位，要安怎去找到去接触这个上帝灵，以上这些遐重要问题，拢爱有一个时间来做决定。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咱这本约翰福音，伊若见讲到时间，绝对毋是伫几几点几分要起床、要上班、要食、要困。约翰福音所指的时间，就一个，就是伊约翰福音讲的时间。是伫什么时间救出耶稣基督要为咱死，然后埋葬，然后过啊，然后上天，然后得着荣耀，伫上帝也是上帝所肯定，然后接着这个所有人类拯救世人最大的 inspiration 灵感。release 透放出来最快耶稣基督新的 Holy Spirit 新的圣神，意思是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灵重新来激发来变成什么是上帝的灵啊？所以上帝是不是灵，是什么灵？这款上帝灵对哪位出，要去哪位接触这款上帝灵，这一连串要变成什么的答案拢天归伫这个所在，佮教咱伫敬拜中安怎去感受、去接触、去接受这种上帝的耶稣的拯救内面所享受的灵，安尼的敬拜就真具体佮实在啊！毋是强逼家己目睭起个哦，手举高高高，要去望天顶的什么神、什么魂、什么灵哦，望袂。到这咱就会动，头脑清楚，心内明白，看到明明明，甚至想到准准准。伫咱礼拜时，伫咱敬拜时，咱最大意义的对象伫倒是啥物？迄个做敬拜最大的对象，甲互你移动你的生命，伊也是最大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为着救赎你所爆发出来一切的灵感。安尼你敬拜就确定。康熙啦，你敬拜是不是有专注伫实在伫遐个物质个对象，一定会影响你个敬拜是不是意义，是不是有效果？以下我要讲个，就是咱台湾人个教会信徒个问题啊。为甚物我会讲这是咱台湾人信徒特别碰到问题？因为无论看中文个圣经。还是台语的圣经，伫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两遍，伫强调的共手话，汉文甲台语拢翻译做相当无正确。从咱因离开到远远，完全我都知耶稣到底是伫讲啥。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这句两遍重复强调。汉文写的这要用心灵以诚实拜他，要用心灵以诚实来拜他。但伊写的这就用心性、用真实来拜他。汉文甲台语译了差不多，拢变变无正确。英文将圣经的希腊原文译了完全正确，讲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希腊圣经原文讲敬拜 and pneumati 就是 in spirit and aresia 就是 in truth。所以英文译作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汉文翻译应该译作的。灵和真理来源于拜，哦，你
大家大概讲牧师啊，你安尼观念，阮搁较有啥啥，太有较清楚，什么是叫做伫灵甲真理内面来拜？听起来用心灵甲用诚实来拜，安尼讲偌对偌清楚偌合理咧。问题就是拄拄出伫遮，若讲敬拜着用心灵甲诚实，头先。你要按出来了解用心灵这句话，用心灵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就先讲。哦，你就应讲用心灵的意思就是莫用外表，爱用内心。莫用外表，用内心敬拜，就是用心灵，是无？是甚物人甲你讲你的内心？等比你的外表较好，什么人跟你讲？兼唔知每一个人的内心是永远战胜伊家己所做的一切哦，无论对还是不对。Your heart always says yes to yourself。特别对你家己一生所做的唔好唔对代志，你的心拢对家己 say yes， 拢在辩解，在维护。你敢真正唔知影你的心生作歪歪？你敢真正唔知影你的心中生作歪歪？你莫甲讲伊歪倒边啊，歪歪正边，但咱现在俩咱拢唔知，唔是歪倒边，唔是歪正边，你的心歪对你家己迄边。所以你敢唔知事实，你的内心并无一定比你的外表较好，甚至是搁较歹、搁较恶。所以用迄款的内心来敬拜，减就会变成较接近上。疑问啊，对无？第二，你要安怎去了解什么是用诚实的敬拜？诚实，你大家一定会讲，伊的意思是敬拜是唔通虚伪，唔通虚假，就爱老实，都爱诚实。要安怎老实，要怎诚实？我问你，偌济是咱所谓的诚实？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更加巧妙高深的思维。你的生命若无遐实在，你的生命若本来就是假，你所结出来的诚实只不过是更加无救的分界尔。偌济是分界甲诚实是无得分的，无法度区别的。伊耶稣伊是遐尼宽大个宗教家，伫耶稣伊无可能毋知人个心变幻快速，伊个不可预测，佮非常无容易有一个标准。古约先知亚利米甚至讲，人个心是比万米佮较狭规则。所以你太会当用你个心来敬拜上帝，所以我认为伫。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无可能用两遍强调叫人爱用内心来敬拜就好。回头转来看灵 （spirit）， 二十三、二十四两遍讲的希腊原文的汉文译作真清楚正确。耶稣是论伫灵、伫 pneuma、伫 spirit 来敬拜。和拄仔讲的上帝是灵教的 spirit， 完全是同一个字，完全是只同一个意思，就是伊是伫指耶稣基督的灵 spirit， 是叫咱伫耶稣基督拯救咱所散发出来的灵感，来推动、来引创、来协助、来激励咱所谓敬拜以及生命的活动，这才是真正的灵的 spirit。伫耶稣的灵来敬拜耶稣，完全唔是用你家己心内精神来礼拜主，伊唔是伫讲用家你家己心内一种什么心态，就
伊是叫你用耶稣基督的灵，毋是用你家己心灵的 mentality 的态度来礼拜。迄种、迄款用家己精神、心思的灵敬拜礼拜，袂安怎啦？过来，耶稣做一个高深的宗教家，伊嘛无啥物可能会鼓励建议人不爱用诚实 （honesty） 来敬拜就好。耶稣敢会唔知人的风气、甲人的诚实之间差无偌济？所以用诚实敬拜意义并唔是遐广。更加爱注意的是，将这句真理翻译做诚实是。最无合理、最低错误，因为世间无人的诚实就是基于真理嘛。无论你是偌诚实，嘛无表示你就是真理啊。为何把真理迄个字翻译做 honest 诚实？世间无人的诚实就基于真理，无论你偌老实就。也无表示你是真理啊，所以23-24节约翰用的希腊原文是阿弥西亚，等于英文的 truth， 等于代理的真理，这意思何等清楚，叫咱伫真理、伫 truth 的主体内面来敬拜。但是，咱真正是无真理，咱要安怎通伫真理内敬拜？问题又搁三重出来，所以。都是这个原因，咱唔只不可以用咱只家己甚物款的想法、头脑来做咱敬拜的主体，咱必须伫真理、真实做敬拜的主体。而且，迄个关键的是真实，是伫讲啥？约翰福音若讲到真实。真理，并不是伫即世间的好头脑的威势个地位，嘛毋是伫即天天顶上帝图书馆内有啥物奥妙的 knowledge。要含所知的初始真理，只有一项，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 salvation， 都是真理。任何其他未造成人类的善的事的任何物件拢不是真理。所以敬拜所有的内容甲天数必须跟随这种耶稣基督善的事的真理。敬拜程序天数必须有真理，你敬拜才会得到真理。敬拜天父必须有真理，你才会得到真理。这就是耶稣第23-24节叫咱伫真理来敬拜的意思，将咱敬拜的心路历程报个好势好势。我知影恁今仔讲到小可颠覆啦。小块小小，但是这就是耶稣的话。最后来讲一句话，耶稣伊在论敬拜时，伊迄句足奇妙、足奇怪的话，时要到现在就是23节 ，Future is now， 将来就是现在。特求神学高深的事物。这叫做 the realized eschatology。eschatology 是讲终末到什么上帝就要爱做迄样大代志。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上帝终末要做的代志，实现的其他的。这叫做 realized eschatology。future is now。将来就是现在，将来是现在。现在其实这也无遐困难，通了解啦。拢是在伫咱敬拜时，咱的信心的 intensity，
就讲，伊那遐诚实，每年春天，迄个人会乎你一米元一百万。你那遐个诚实，含你即阵就已经得到迄一百万，有啥物无共？你那遐诚实，迄个人每年春天 April， 伊一定会乎你一百万。啊，即阵是 December。含你这个时度，得到有啥物无同？你这阵就足欢喜啊，像你这阵就已经得到。你若遐诚实，将来你的生命一切会受上帝所下面拢变作新的。安尼你这阵的生命都已经是完全新的啊，有啥物无同 ？If 你有遐诚实。你若遐尼相信，遐尼亲像将来上帝要收束你永远 eternal 的 life。你若遐亲像，含你现在就知影死已经不存在伫你的面前，有啥物无共？如果通照耶稣讲伫灵含真理里来敬拜。安尼个敬拜礼拜最大的美妙个福气，就是迄个你生命最美妙的将来会变作，就是伫现在。A 还是 B， 就是看你对耶稣的灵甲伊的真理的信心有偌大。伊的好，就是好伫天里面会变作伫地面，予咱要今仔日伫地面。亲像真正，已经伫将来上帝最大拯救内面，遐尼好，有遐尼好个代志哦。爱知影，即款甜蜜、美妙遐尼好个代志，只有会发生伫咱地面上只，连天堂遐嘛无，连天堂遐嘛。先做安尼讲，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去天堂遐无人这款的礼拜堂啊，嘛无人这款的礼拜。当心灵来祈祷，主爱天父，若得到你的祝福，阮伫地面上的生命，阮的家庭，阮正人以及阮的国家，阮的故乡。应该一定会当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因为遮地面上正正正是你拼出了上大的爱的所在。恳求天父日日加添阮这款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门。阮所谓恳求的是。就是让阮的心灵哪来哪接近着上帝你的灵，和阮的心识会当小可加接近着你的真理，和这个所在无到位变作阮心灵伫只摇动，阮家己的意见伫只做主体的所在。主爱上帝，搁一遍感谢你，予阮有心灵，予阮的内在的信息有法度进步，但是恳求进步接近力量，进步入去你的真理。伫阮的生命里底是安尼，因为阮阿姐的生活就用心。来想，用行为来锻炼，是阮安尼，阮的家庭安尼，阮的国家台湾嘛是安尼。袂因为阮家己有足侪意见，想侪恶评论，阮就会安怎？恳求伫阮的生命内面，阮的恶评论，阮的意见变作简单。
变成有 focus， 和台湾没有遐济 opinion， 拢无 conviction， 因为意见并未变成真理，确实这样。主啊，上帝，我一生伫这个礼拜。